電方就是萬科的，萬科現在好像在內地很不掂。香港有個項目賣緊七折，呢間就一房，講緊是280尺，打完折之後大概400多萬。入門就做了一個鞋櫃啦，咁呢個細細地，同埋佢做曬啲 common 啊，方便眼力嗰啲個櫃啊，同埋呢度就可以擺垃圾物啦、鎖匙、電話，上面仲有一個電視，有呢度。有一个雪柜同埋一个微波炉，个大门嘅材质都有啲悭物，几靓嘅，同埋一个电子门锁。呢边就有一个长形嘅厅，露台门就好得意嘅，因为佢两边可以推开嘅，但推开完之后就中间就多咗个柱咯，呢个唔系好中意。但系佢露台就好大。用推门就不是挺好，因为它会占用一些露台的空间，即是你放不到一些固定的大家具，反而趟门会好用一点，与这个推门的空间是放不到东西。个客饭厅就挺长的，还有个楼底很高，3.5米，够晒墙身和附身，而且个楼底又够高，你可以起一些阁楼。这边就是厨房，厨房挺漂亮的，个水槽都够深嘅，有一个电磁炉啦、洗衣机啦，然后呢度仲有个垃圾桶嘅，上面仲有啲储物柜啦。好似呢啲一房细就一定细噶啦，但系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呢边就主人房 ，OK 嘅个采光，然后个门后面咧就系、一个浴室嚟嘅，用淋浴。萬科的設計和用料都挺好的，似这个单位价钱再打七折之后大概是480万左右，你觉得发展商有没有卖贵到？欢迎留言告诉我，拜拜。